你去开直播了，你就变啥？你就变即卖什么妹？什么妹？啊，雕雕妹啦，雕雕妹。对，你若想要变做雕雕妹，一个就赚百几万嘞。来，来做我徒弟啊，我教你直播。雕雕妹实际上是真水啦，但雕雕妹哦，伊加钱啦。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什么老大，那叫什么？对啊，什么老大那个？可是我长得不怎么样。你们这边阿娘喂喂阿娘喂，什么老大的，表示我很红，我已经红很久啦、啊。六老大才今年才红的、啊，我是耐看型，还有 level 不同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哦，我是可爱派的。说话不要夸大，不要嚣张。我六老大要请一个直播助理，这个助理吼、哦，我会使把直播的方式教伊。啊，为什么教伊？你敢知上吊也是安尼？等于我教伊直播啦。直播你可能感觉无足遗憾的，但我跟你讲，咱阿有直播一个足恐怖所在，就是你会使跟我的粉丝变得熟悉。虽然吼、哦、直播间拢蛮贵人，其实我有三四十万的粉丝啦，只是逐天起来看的人无同款人，爱踏来踏去安尼啦。做助理人吼、哦，会使跟我的粉丝牵做伙，你后摆得到我的粉丝啦。啊，做我助理吼，我一个要求就是一年内袂使出去开直播，一年哦。啊，一年了，你是跟我的粉丝都熟的。你只要离开出去开直播啊！过来第二做我的徒弟的人，袂使去做啥，袂使去做个啥物？录雷不的主播袂使哦，因为录雷不哦，迄无动的啦，录到家婆店忙都有啦。啊，你去开直播了，你就变啥？你就变即摆什么妹？啊，雕雕妹啦，雕雕妹。对，你若想要变做雕雕妹，一个月才赚百几万嘞。来做我的徒弟啊，我教你直播。雕雕妹实际上是真水啦，但雕雕妹哦，伊加钱啦。那个什么老大，那叫什么？对啊，什么老大那个？你说我长得不怎么样？六老大是不是要争直播主？丢妹也开放学徒，你们这边阿娘喂喂阿娘喂，什么老大的？他说我有看到，长得不怎么好看，什么意思？表示我很红，我已经红很久啦、啊。六老大才今年才红的啊。好啦，谢谢六老大啦，你唔甘甜啦，吼、哦？你觉得之后我可以跟你比拼？六老大多瞎啦，好、哦、啊。你说实话，我知道你在说实话。有时候人哦，说一点谎话可以吗？我是耐看型，还有 level 不同，好不好？我真的是哦，我是可爱派的，红了四年呢，你才一年而已，你继续加油哦。我也是讲实话。我明仔请小哥咯来甲你徛台，啊，你叫小哥是要叫少年的，一定爱吧？啊，小哥要叫身材好无？一定爱啊！啊，身材无啊，是较济岁哦，四五十岁。啊！你我叫我少年小哥来买来，咱这粉丝欣赏。我叫你四五十个阿婆徛伫遐，啊！你敢要去？我想我明仔载叫小哥，我来无叫小宝伊。啊！叫小宝穿遐内裤，三角伫遐有。有一些工作啊，确实需要一个特定的年龄，或是特定的那个特征的人比较适合啊。哦，林志玲下几岁啊？温波五十岁咧，但是你啊，但是大家人是温波伴娘啊，大家林志玲讲看遐有气功，你听有意思无？你莫看伴娘五十岁呢，还够用的呢，安尼啊喂，拜拜。莫搞崩盘，那搞坑。